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田香园，目前在轨道交通六号线汉正街站担任值班员。推出的武汉地铁版，放个大招给你看呢，主要是为了迎接10月18日第七届世界金人运动会。作为一名武汉地铁人呢，我们要推广武汉地铁的优质服务、安全的保障以及特色的车站，让世界看武汉，让武汉地铁放个大招给你看。换望交织绽放光芒，热情的服务，是强项。特色的车站，不重样。安全的保障，绝对强。快速的发展，很疯狂。大武汉每天都不一样，地铁也在加速跟上。在努力变强大，世界军运会来啦，就是现在我们是就放大招啦，想坐地铁感受江城，光身一圈绝不重样。地铁让你尝试身心，身去所有堵车忧伤，就是现在我们是时候放大招啦，让武汉地铁换望交织绽放光芒。热情的服务，是强项。特色的车站，不重样。安全的保障，绝对强。快速的发展，很疯狂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